辅助？这玩意儿不就是外挂吗？哎，亲，可不能这么说哟，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外挂呢？我们这个是正规的辅助，好吧？行行行，你说是啥就是啥。那你给我说说，你这里都有些什么服务？亲，我们的服务都是专门为客户专属定制。你稍等一下，我查一下资料。哎呦，不得了，不得了！亲，我看有道灵光从你的天灵盖喷涌而出，你知道吗？年纪轻轻就有一身恒练的筋骨，简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啊！如果有一天让你打通了任督二脉，你就可以飞龙上天。这台词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亲，我这里有一本秘籍，原价9998块钻石，现在只要998，只要你现在支付，马上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九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阳神功？九阳豆浆机使用说明书？喂，你这什么客服啊？你玩我呢？嗯，哦，对不起，对不起，亲，这是我早上才买的豆浆机，拿错了，拿错了，应该是这本才对。这本等级说明书里面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在这个世界所有的等级系统以及提升等级的方法与途径，只要有了它，你就可以飞速提升实力，到时候称霸整个世界都不是问题。你这书上好像也没写什么重要的信息嘛，就这也要我998个钻石，坑人的吧？你们不是外挂，哎，不对，你们不是辅助服务吗？辅助能力就仅仅只有这么一点？亲，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这本书的确只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但是咱们还附赠一个赠品，既然是辅助，当然要赠赠品才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嘛。这根棍子就是赠品，这是用来干嘛的？它可是咱们公司销量第一的赠品，它叫做避雷针。避雷针？没错，你既然看过那么多玄幻小说，就一定知道提升等级是需要渡雷劫的了。只要你有了这根避雷针，我保证你每次渡劫的时候，那雷劫都往这避雷针上劈，保证安全高效，非常神奇。我的个乖乖，真有你说的这么神？那是当然了，不信的话咱们可以直接现场测试，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呢，包退包换哟。恭喜阿青，您直接从凡体直接突破到了炼气顶级，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这就是炼气期的实力吗？